这把他的英雄还挺克我的，这两个英雄啊。我们这个英雄的话呢，非常的肉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他的输出呢，其实也挺高。我们比较害怕这种回复能力强的，带吸血的，然后点伤。那你凭什么跟我打？那你凭什么跟我打？我不灭触发，我回复又比你强，你怎么打？你躲我飞刀，你怎么打？哎，我不打了，我赚了。哎，我赚他两瓶药，我不玩了。哎，你跟我比回复，你比不了。我每秒回6.6，啊，他得回家，我看他回不回。他回他就炸，他得交T，他不啊，他不回，行，不回就对了。那我赚，我很快就能回上来。哎，我们要利用自己的这种回复能力强的这种特点啊，加上我的肾上腺激素，我现在不跟他打喽，赚他两瓶药。我们开始猥琐打钱啊，用飞刀打钱，不让他靠近。不跟你玩啊！你看我血马上满了，看到吗？啊，多兰盾加上被动，这个回复太快。他为什么玩一手消失？他想干什么？嗯，拉屎去了吗？接电话？搞不清楚，不管他。什么情况？啊，来了。给他打无所谓，摸他一下再摸一下。哎，我们的打法不是一波刚的啊，是要揉。你上你上，我在好吃药，一飞刀，好，他交闪了。行，我们的打法就是当你血满了上去跟他换个1/3血，然后回来等你的回复上来再跟他打啊，这就是我们蒙多的对线技巧。不跟他打的时候呢，就用 Q 技能补刀，他也是拿你没办法的。如果他试图用身体挡住你的飞刀不让你打钱的话，他是吃不消的啊，因为这个飞刀打人很痛，他挡两个兵他就受不了了。想打我，哎，你给他打无所谓，你看你掏我一下无所谓的，我开 E A 你一下很痛，再加上啊，他今天这波应该要回家了。不要支援啊，这种千万不要支援，支援的话就崩了，这个线就崩了。把这小兵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我们塔下补刀也是很简单的。哎，因为蒙多他有两个补刀手法，一个是开 E， 一个是飞刀。你看像这种开 E 即可，这个补不了了，这个菜刀加平 A。 哎 OK， 好，没有漏多少啊，21刀他13刀啊，基本上 A 接 E。 OK，这个要 A 一下，一菜刀。好，他回家了，他那个线不回家，他这个血量不回家是不行的啊，他没补给了。我们不着急，我们多打点钱，我们就是回复快啊，回复强，狗皮膏药。哎，不跟你打，你打我弱点，你打好了，反正我能回上来，对吧？你打，我说给你打，啊，给你打，等你不灭好了，上去砍一下。哎，在你看，你看吃不消的，但你看我没有追了，我为什么没有追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蒙多呢，你不要轻易的去起杀心，除非你能确定能够100%的这种击杀，或者说对方打野不在啊，不然的话，你一旦前期被抓，这个英雄呢，他一定要发育的好。发育的好很厉害，发育的不好就很捞。好，我们回家，1000块钱，1000块钱买一个什么？等我到6级啊，他像刚刚那种情况直接就死了，因为我不管他打野在不在，我们都能够把他追死，而且我的回复很强，他打野来打不死我。但是在6级之前还是要低调啊，尽量以补刀为主，杀人不要那么急。他的剑圣不知道在哪里。蒙多打剑姬是不能处于劣势的，一旦剑姬优势，他回家出个提亚马特，出个那个吸血，你就没法打了，因为你对他的消耗才能吸上来，你就没法打了。他现在没有回复，他吸不上来的时候呢，基本上
你耗他两手他就受不了了，他就不敢补刀了啊。我们先出一个斑比的熔渣，好，利用好不灭之握加上这个潜能激发，很痛的。你看他打我基本上是没有反应了啊。我们现在有不灭，你给他打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基本上都不理他。那你打好了啊，那这波开一咬一下就走，很痛，对吧？哎，要揉，要揉，慢慢揉他就行啊，不打一波，打一波我们是不厉害的。哎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哎，无所谓。好，他敢把打劳伦之眼放了，他小兵太多啊，算了，小兵打我还是很痛，太多了。好，我有大了，我的这个。啊，他勾引我，他剑圣在下，我看到了，我觉得他这种行为找死，哎，找死，我先吃个药，注意看啊，我要杀他了。你别看我血不多啊，我是可以杀他的，我有主动权，没丢到，无所谓。他只要是没点燃啊，我们在前期是一点都不害怕。好，开大招，先往后拉，看到没有？先往后拉。啊，没 Q 到，算了，咬他一口，好，往后拉。他打不了的，他打不了我的，哎，哎，行了，他没蓝了，他想把我的这个大招，算了，不好丢啊，他太灵活了。等我的血量回上来，因为我有被动，我的这个肾上腺素让我回血很快，他比不了，他已经没蓝了，他现在想打我的弱点来消耗我，我卡强战，哎，站在这个位置打不了，哎，把我的弱点藏起来。丢菜刀，哎，打不了，我马上回上来我就要杀他了。那现在不行，现在回的还是不够啊，虽然每秒回 9.7 已经很多了。你恐怕胆子有点大哟，这手劳伦之眼放的还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个人胆子很大，我觉得这个人胆子啊非常的大，他基本上啊就把注意力放在跟我对线上了，他并没有去考虑到我的打野，像这种的话机会很多的啊，破绽很大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着急。哎，我现在血量有点少啊，你看他劳伦之眼乱放，他就为了抵挡我的消耗，我马上大招好了，我的队友也要来抓他了。好，好，他被我搞了，但我不能上啊，我不能上。哎，好，他又叫了闪，一菜刀丢死他，哎，好，死了啊！这波打野来得非常棒，打野不来我们也没事啊，因为大招好了，大招一下子血量就回上来了。好，我准备回家。他在死刑宣告没出之前我很厉害，而且他没有带点燃，我比较害怕死刑宣告和点燃。这个塔皮我们可以吃一手啊，不行，直接踢了，1600块，买个护甲啊，买这个啊 ，OK， TP 上来，他现在基本上要被我吊打，啊，基本上被我吊打了。我蒙多是越往后越厉害，前期是比较弱的，到后面为什么会越往后越厉害？因为越往后面你回复能力越，你他妈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你。卡强战，卡弱点，你能怎么办？卡弱点，你能怎么办？你还能把我杀了？我吃个药，你看砍不动啊，砍的不够回的，啊，砍的不够回的。但这波好像有点尴尬，他红 buff 把我粘住了。哎呀，红 buff 把我粘住了，我靠！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脆弱的啊，虽然已经很强了，但还是我们的弱时期。他这波杀了我也是运气好，好在哪儿啊？第一个是他有红，第二个他的位置比较好啊，所以把我给击杀了。但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的发育是非常好的。等我到二级大招，我的背水一战，我们再来个护甲啊，护甲值很高，147了。我的背水一战到二级，啊，他下路有点厉害。啊，很多同学说扔 Q， 错了啊！刚刚那个地方扔 Q 死得更快，为什么？第一，扔 Q 它是耗血的；第二，易大师的大招高原血统是不受缓速影响的
啊，第三，你丢一个飞刀，你原地停一下，他能多砍你一刀，他那个红 buff 砍你，你就更痛，减速效果更明显啊，所以那个丢飞刀死的会更快，那种情况只能走。当他高原血统没有的时候呢，我的血量已经扛不住了，你丢个飞刀，他能多 A 你一下啊。所以那波是必死，那波没闪的话是必死的。这个炮车他现在已经受不了了啊，我的伤害值他已经受不了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用爆破，但是呢他我身上有这个，你他妈就不知道痛，你不知道痛，吃到一层塔皮。他不让我 A 这个爆破，我现在有大招，他一刀是在下路，哟，怎么打死了啊？哎，这个血量能打死很奇怪啊，我们控制在一个残血打不死的状态，他那个弱点怎么直接把我秒了？哦，很气哦，被他杀了。这个死的我是故意在勾引他，所以我给他打了很多血，你知道吧，因为我觉得他要死了。哦，非常的生气，这个剑姬我要杀他三次以泄我心中之愤怒。刮皮捞的都淌口水，我现在愤怒了，这刮皮搞不清楚状况，这个他 Q， 他现在只要 Q 一下我就把他打残，再 Q 一个就让他死，主要离塔太近了，我不好杀他，我在勾引他。没大，有大的话我过线，好，过线杀他一波，我直接卡住他的线的位置，我要杀他了，我让他知道什么叫强势，什么叫无解。你想绕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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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绕，啊，你绕。你跑啊，你绕，让知道什么叫痛啊，让你刮皮，神头鬼脸，他有 W 啊，我们要小心，你打钱，我愤怒了，鬼死一样神头鬼脸，把我杀了，我来了，菜刀，你刚才杀我，你刚才杀我，你刚才你们都，他都得死，闪现啊，不然我的队友扛不住了。好，哎，我蒙多越往后越厉害啊，现在才是中期，还不是我的强势期，我现在还不够强，只能说小强。塔皮没吃到多少，很生气，我前面没打好。哎，鼠标的操控感不是很好。好，我这波回家就厉害了，医学塔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这，哎，来一个缓速，哎，像这种就要给缓速，但是这个跑不动，他移速很快。我靠，队友没来帮我，没办法。但是死了不亏，因为我正好要回家啊。我们先来一个这个捡一手 CD， 再来个大腰带，算了，我先出这个吧。队友主要在吃峡谷，他们帮不了我，我也没大招。我很肥现在啊，我非常的肥，我们直接 TP 过来，
那知道死是死字怎么写？你神头鬼脸，神头鬼脸，你神头鬼脸，你绕你绕，哎，地再绕，哎，你再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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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剑圣在那边，我们要小心。你绕你绕，你绕你绕，哎，擦个眼，哎，你绕你慢慢绕，哎，你绕哎绕，不绕了，哎，不绕了，哎，绕继续绕，没事。你绕，哎，你菜刀，你，哎，很舒服，这个就以泄我心中之恨，哎，让你绕，哎，神头鬼脸的绕。好，我们收到一个头啊，他绕任他绕，啊，哎，为什么我的队友发起投降呢？为什么我们的我们是劣势是吧？但是我们已经赢了呀！我发现的 ADC 来了，我们先撤吧，回家把板甲出了先。我觉得 ADC 要死，菜刀算了，我不跟他打啊，我怕他队友来，菜刀，菜刀。哦，这装备有点好，跟他浪了。哎呀，我浪了！小青年是真不怕死啊，我有大一锤二。我这波有大的话，这两个都死了，但是我大没好的，我把他们两个都杀了。没闪现，感谢 VIP 小海送上的飞机。这波我上来，他们两个都死了。我现在的装备他们是打不动的，很好，三杀队友。他们肯定是不怕我的。哦，你没了呀，兄弟。哦，有点燃，让一波。好，勾引他。菜刀，好，队友马上到，来，你跑，听讲你跑，啊，哎，你走位，菜刀怎么走位？走位，交闪现很好，开治疗很，菜刀，直，菜刀，直。E 技能咬死你，哎，潜能激发，虽然我没血了，但是你看，就那一点血他打不死。而且我还不慌，出的招都很稳。1500块，我们再带一波啊，因为他的队友在中，打野也不在。我们插个眼，这一波钱可以偷。他的唯一只有E大师可以来，但现在E大师离我应该是比较远的。好，我们赶快走，再不走要死了。1600块。我们要出振奋啊，他们虽然只有一个 AP 输出，但是振奋还是要出的，因为振奋它的好处是能够大幅度提升我的回复啊，所以还是要出的。七个头我已经起飞了，现在开始呢就真的进入我的强势期了，因为蒙多在前期是不够强的，是比较弱的，相对较弱，所以你看我前期装备好也不是那么的嚣张，但我现在可以说很嚣张了。他们只有E大师能够打动我，因为E大师带真实伤害，其他的英雄打不动。但是这波好像队友要炸裂。好，我们绕后了，虽然少人啊，虽然我们少人，但是你看我们敢反包他们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凭我蒙多现在很强，很强。你今天不把你宰了我都难受啊，难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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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浪了，我这波是真的浪了，我杀他队友，他队友全死，但我是直接闪现追他一个追不死的人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是瓜皮。
他刮皮，我没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痛，但是现在我自己反而知道什么叫痛了，不浪了。因为他太捞了，所以他在这么捞的情况下呢，我就有点无法忍受他的捞。为什么打个游戏可以这么捞，知道吧？所以可能我就有一种丢雷做人的心态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吧，我现在回头想一想，他捞任他捞吧，我把他，我没有把他杀了，反而他会以后会更捞，所以我决定杀他的队友了。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死了，我觉得已经很难打了。刚才不浪就好了，后悔了。好，我在这个时候必须要站出来，带领我队友走向胜利。劣势巨大，我好好打了，不能上头。主要上头的原因还是因为对手他这个行为太捞了，我有点无法忍受他。但我觉得吧，不能因为对手捞而让自己失去了理智，所以我决定回复啊，回复正常心态，他捞任他捞嘛，反正又不是我捞。那么死的慢的就不知道怎么死的呀，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呀，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呀。哎，好，调整心态，取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现在没有大招，哎，队友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哎，来人，我大招马上好。好，450块，很好，够了，够了。这个把他杀了很划算的啊，因为他们有龙 buff， 很好，150块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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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心态调整的很到位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蓝盾，来个蓝盾。他们龙 buff 都上塔丢了，他们龙 buff 全部没了，这点很好，我们已经赢了。不能说已经赢了吧，现在胜面是已经，虽然是劣势，但我觉得我们是胜面大一点。你跟他打，哎，我靠，你这个是，算了，我先去收钱。斗鱼第一币王说我吗？他们要吃小龙，好，我可以在这里考虑阴他一波，他肯定要来，两个人，好，这两个可以杀，这两个可以杀，好，他完了，他被我封针了，他队友来了，我知道，但是他打我的血是没有用的。因为我的血是可以回上来的啊，是有韧性的。你打我，你打我，哎，你打我，哎，我就把你追死。你打好了，你打好了，哎，他怎么得到提速了？我靠！哎呀，这队我队友死了，我靠！哎呦，我队友死了，不然他被我秒了呀，好烦。他也得到助攻啊，他的那个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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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然的话，我可以一个人很轻松的把他杀掉啊！哎，这波好伤。他搞了一个助攻，然后触发了他的被动。
还行，死了一波也没损失什么，没损失什么。我们蓝盾加反甲啊，现在出反甲不太好。好，他们被我留住了，伤害距离不够。队友呢？哎，我有闪现，我在勾引他。哎呀，推开了，大招好了，大招好了，但是已经。这波的话，我们跑不掉了。再浪剁手。明天我在墙上贴四个字，叫做“再浪剁手”。哎，只能说浪输了。但有些时候，我这种东西呢，你不太好控制它，不太好控制它。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这种瓜皮行为。但是呢，并没有忍住。对不起，我可能这把要掏出我的火影劫了。那对不住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